你说话呀！你想听什么？说说那天晚上，我想听实话啊。天天，哎，姐，这个时间国内不是应该快天亮吗？幸好没睡，杨哥真是太男人了，看到我激动的。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给你表白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哎呀，那个家里没有人看到直播吧？我爸妈还有外婆都没有看到吧？啊，放心吧，就我一个人。那就好。哎，姐，你今天真是太牛了。还行吧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你赶紧睡觉吧。啊，行。 那你们好好玩啊，我就先睡了，姐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Here's your drink. Thank you. 请你的。你这酒没问题吧？那要不我先尝尝。那个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去听音乐。 你说话呀！你想听什么？说说那天晚上，我想听实话啊。不相信我今天说的？我看了你在中国公开赛后的采访，才发现我以前真的低估你了。你这个人吧，虽然平时不太爱讲话，但是情商是真的高，尤其是这种临场应变能力。 你看今天这种突发状况，你就十几秒吧，就组织好语言了，化解了所有的问题。嗯，不过呢，我不想听给外人听，我想听真话，就是这么。